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尊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就是特别特命事节，以及咱圣人在地的领导安排，那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先受圣人的指令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最坏的时阵，到底是红灯新闻正宗的发明的对。那么第二点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。第三点也要咱各位来做个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的去处又都是在对。所以咱这个节目啊就是爱让快乐的逆流。Oh.